我捌对妖花求，我犹原伫伊爱的着，就是一世人徛伫妖花厝，看伊的阳光，少年伊的电。咱来参加来吟圣诗，圣诗是十一首，上帝之冠，我爱称赞。上帝之冠，我爱称赞，常常高落出声，嘴拢袂甜，心情。 少年，我靠画出的名，请起立，吟转首。
我恨无救主耶稣，因为罪恶满满，心肝黑暗有犯罪，灵魂那是一般。爱着清气的水泉，予我罪恶洗清，是对基督的宝血，得着赎罪成圣，请起立，吟全首。
伫圣诞节期，就是最宝贵的时间，咱一定爱来招厝边甲隔壁来参加圣诞的活动，来享受主的喜乐，来招因转来咱主的大家庭。主啊，我若要为着姐姐兄弟伫圣诞节所点点付出的辛劳来感谢你，因为因的努力，到过圣诞节，有更加侪有意义的福音着。为着安尼，会当带遐未信主的人，认捌一只真正的福音。也因为圣诞节毋是独独只有圣诞老公公，也是圣诞舞会。真正的圣诞节，伊的意义就是疼，就是上帝爱世间人，是耶稣疼世间人。我祈求主，你来纪念这个兄弟因的付出，来保守因的心心灵永驻，每日拢有满满的平安甲健康。因的家庭、因的工作、因的工作，拢受到主你的保守。主啊，我若为着阮教会少年人来祈祷，求主你予因的功课甲因的工作面顶的学习，拢有上帝你的真理，正做因的准则甲保护。阮也为着教会伫工作中的兄弟来代祷，伫因的职场，求主你赐予因有属灵的同伴。因为两个人要比一个人更加有气力，在因的工作中，求主你锻炼因有更加多上帝赏赐的智慧甲能力。在生活中，时时拢有上帝的恩典，会当成做福音的出口。主啊，阮也为着选举了社会、政治、民生甲治安的问题来代祷。祈求上帝你赏赐更加侪基督徒伫各站官员的身躯边，正做因的帮站。阮祈求基督徒的比例会当坐过非基督徒的比例，过来转化台湾的政治的文化，和台湾会当正做一个族群和谐、满有公义、满有人民的一个好所在。我来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